原标题：珠江经济航母，全国首艘军事主题游船首航，舱内大量战舰模型。1月23日，由广东省航运集团旗下蓝海豚水上游品牌全新打造的全国首艘军事主题游船华夏保险号正式首航，引来大量市民围观。华夏保险号游船外观设计参照辽宁号航空母舰造型，总客位392人。游船全穿灰白色涂装，硬朗大气，给人一种气势磅礴之感。据了解，该船四楼设有辽宁号航母舰队模型沙盘展，大厅是专门定制的郑和下西洋海图地毯，三楼飞行甲板上搭载了大型仿真歼十翁战斗机模型，舱内更放置了多艘古今中外著名战舰船模，向游客普及知名军舰的相关知识。文字：吴广宇，视频：陈冲实习生陈诗韵。